期幸福小组将于3月份启动，教会自本周开始将连续4周播放幸福小组研习会培训视频，每次也会有牧者提供线上问答，并将根据需要进行分组讨论。培训时间为1月9日、1月16日、1月23日和1月30日，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30分。Zoom ID 为16419807 3，密码2020。相信家人们都有传福音的心智，邀请大家借此机会一起接受装备，帮助我们共同参与到传福音的实践中。2021年将是教会 QT 读经灵修进程的第六年，也是全本圣经灵修第一轮的最后一年。在今年内，我们将一起完成余下的10本新旧约书卷。弟兄姐妹可访问教会读经灵修网页 hocdevotion.org， 按照灵修日历进行。若有家人想按照教会已完成的圣经书卷灵修，您可以点击按圣经书卷灵修栏目查找书卷。另外，新的 QT 网页还增加了背景转换，家人们阅读时可以使用网页上的半月符号调到护眼模式。读经灵修及背经表都可在此网页下载。再次诚邀您参加2021年教会 QT 读经灵修。您有为读不懂约翰福音而苦恼吗？您曾在诸多释经资料中徘徊无从选择吗？阮长老最新著作《求真寻道》已在教会书房开始发售。本书是专为阅读约翰福音而设计，及查经带领技巧、原文一本解析、多元一本对照及随文讨论分享于一书，多元生动又实用，是学习逐节查考圣经及带领小组查经的绝佳工具书。欢迎有需要的家人前往书店咨询。另外，2021年书法阅历也已到货，有需要阅历、书籍、卡片、CD、挂饰、艺术品等各类福音商品及礼品的家人，均可到教会书房购买。书房营业时间请以教会网页为准。本周家训就到这里，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，我们下周再见。